要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。没有什么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，如果不行，那就两顿。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！今天你怎么还做上饭了？你赶紧给我，我来弄。哎呀，你快把那些鸡肉切成块。好，马上。好吃吗？确实不错。吃吧吃吧，吃完了教我武功。一顿饭就把我收买了，想得美。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什么意思？这顿饭是你们俩一起做的？对啊，我给配的菜。不吃了，饱了。哎，别呀，柳岩好不容易做的饭，这不可惜了吗？你不是在吗？你吃呗。吴明，你最近工作是不是不饱和呀？有个新的镖局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这一单你来压。怎么样，我给你刷的核桃刷得干净吧？你这个核桃啊，油兮兮的，脏死了。我可是刷了一天一夜才刷出来的。我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不用谢。做得真好，下次别做了瓷器呢？我还熬了鸡汤呢。柳烨，你，我盘了十年的核桃，你给我刷成十天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别人生气啊！滚蛋！终于想起正道了，只是不去郊外，却在我的窗外练拳。你这点小心思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你这练的什么拳啊？蛤蟆拳。我教你吧。